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来到乖儿子游戏日常。不知道各位对于枪支的造型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从无限法则最初的时候，也就是从烈焰补给箱、电光、雷电等等，一直到上一次的极速补给箱，的明显感觉到枪支细节设计的越来越好，动态感也大幅提升。好，那我们回归重点。本周无限法则的更新就是要带来全新补给箱啦，叫做光人补给箱，内含六个大系列，总共20款武器皮肤。我就来先说说这次的主角史诗造型光人 G36， 来点掌声啊！你们看看枪头的纹路，听说会有不同角度的光线，接着身体的部位炫光会跟着枪身边流边转啊，以及全新的枪托外观，哇！你们抽不抽呢？接下来稀有造型百鬼夜行，也就是将一些妖怪们刻画在枪支中，分别为 Orange、FALG、AUG、MG4， 特别帅气啊，也算是符合第六赛季日式风格鬼怪的样子。再来稀有造型雪镜，就是将雪花刻画在枪支上，分别为 EVO3、M82A1、P90、TAC， 哇，三把空投枪都有了，尤其是 TAC 肯定要收集到。最后稀有造型深海蓝，顾名思义就是更深的蓝，好不好？分别为狗杂、Citory、AUG、MPXSD。看到这里 ，AUG 就有两个全新造型了。身为 AUG 爱好者，这次的补给箱绝对不要错过。那么全新四个系列就到这边，剩余的两个系列是大家熟悉的，存在于星空补给箱里的红魔以及死前猛兽皮肤。这张图是之前 MG4 红魔的造型，让大家稍微看看。之后的新箱子红魔造型将会再覆盖三个武器，分别是沙漠之鹰、Orange、EVO3， 接着就是死前猛兽。这张一样是之前 EVO3 死前猛兽造型，之后的新箱子死前猛兽也是会再覆盖三个武器，分别为狗杂、FALG、MG4。那这次的补给箱介绍就到这边，你们最喜欢哪一把枪、哪一个系列？欢迎留言分享。后半段就是游戏日常，希望各位看得愉快。找一个，我被远处打。在海岸边，小心一点，还有别人，还有别人。漂亮！我用无人机看，我用无人机看。这再扎。拉起来了，还有，这里。哎，远处这边好讨厌啊！我这里有一个，这个树后都勾，往后勾了。倒一个。还有四号，倒两个，还有两个，还有一个，剩一只，全死，漂亮。我用无人机吧，嗯，我帮你们看。哥，这里两个，一个，一个在里面。漂亮，
还有一个，应该在房子里。下去吧。漂亮。另外一个应该在远处，小心点，他应该会过来。我再用那个无人机吧。无人机出去看一下他在哪个位置。看见了。我从这边，我从这里绕。我炸到他一下，打打打。死了死了。两个很远，只有三个很近。跳可以去上飞机，我们去挡住他们。我有个挺近的。漂亮。哎呀，头上。让你偷飞机。想说偷一下。他都有倒了。偷。还可以偷。我这边有一个，我在盯着，我盯着。这边有一只哦，倒一个，还有这边啊，我这边两一个，我这边还有一个，一号先下来拉我，一号先下来拉我。我这边打球，我这边全死，剩一个，你们上，你们上，你们直接上，你们直接上，直接上就好。剩一只很远，你们直接上。这边交给我，我去干。漂亮。漂亮漂亮，上得好。剩一只，我来交给我们。房子里吗？还是屋顶？他绕到这边来，你小心啊！我帮不到你啊，我只能这样看。我这个房子这里。好，我帮你看外面，你看窗户。你的鞋，你的鞋。我走了，我走了，我走了。Nice， nice， 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Both hands in that Bible, bitch. I'm next in line for that title. When nigga had nothing to do, I was idle. I was in the studio with Tiger. Number 8.